学姐多久没拍吻戏？你没拍过啊？从没拍过？哎呀，你都演古装戏了？你看我说我老了，怎么看都还清晰的，这不像话。可爱。一件是很突破哎，拍吻戏。对啊，预告有你跟金老师。对。好害羞，我还听错了。我跟孩子，我就直接就请孩子，他说：“李姐，你那个保鼻子歪一下，比较好亲。”哦，哇，对不起，我忘记了，我忘记了。我可爱，有 NG 吗？还是一次成功？没有 NG 啊，没有，有头一次就是太正了嘛，就成功了。觉得你是一开始就知道，就是剧本里面有吻戏。今天他没有说，开始没讲，剧本没有，就是现场即兴加了吻戏。他跟金世杰老师讨论的，觉得这场戏应该怎么表达。璇姐多久没拍吻戏？你没拍过啊？从没拍过？哎呀，你都演古装戏了。我们家老爷走了以后，我拍了两个，跟金老师，然后另外一个戏是他亲我。你看我说我老爷走以后，都还清晰的，这不像话。其实原先没有的，原先是没有的，是临时加的。所以两书都是原本没有文字，都临时剧本上都没写的。哦，不用多收钱。我是你演员怎么可以这样？其实他们是很专业的演员，如果我们沟通过说这场戏应该怎么表达会比较好，那当然我是很柔软的提出建议。但是一开始还是导演提出建议。我会说大家一起讨论出来的，因为你在戏里面是演100岁的永生，你想永生吗？你想要永生？我绝不想，不想，绝不想。你想什么？老了就已经很丑了，还哎呀，别活了，嗯，不要了。我也不想要。哦，你也不想？当然，他们年轻讲年轻话，我们就上了中年，每天早上起来，脚真的有点痛。我想我长生不是这样子的，讲真的，我真的是对于科技的东西没有什么兴趣。自从我演戏以来，都一直在探讨人性，都没有时间去探讨电脑啊科技的东西，所以我对这些东西真的不够敏感，也没有很大的兴趣要去探讨。但是这次真的是为了这个东西，包括当然天心跟我说会年轻很多了啊，我要跟年轻人接了，对，走出来了，对，我真的是带着一个学习的心态来看这个剧本，来跟导演合作，跟所有人合作，因为我觉得我应该来一下，对我的未来有好处，因为有孩子了，孩子也会懂科技的东西嘛，对，所以就是这样的原因来。那你最近拍完戏之后，有没有接触过点小孩对你的感觉，是不是他好的经历？没有，其实我觉得小孩子在科技上的东西，他学会了，他也不会跟你分享。对，他不会跟你分享，他会一直自己投入在里面。我的孩子就是这样，对，除非我去问他，或者我跟他一起去投入在这方面里面。但是我没有啊，对，我觉得现在我们的生活都常常会被科技给赞叹，哇，可以这样。对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类的享福的地方。可以帮助人类很多事情，甚至于可以帮人类做一些决定。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，我本身是会有害怕的。不会害怕？不会害怕的，因为我不想我的命运完全被机械人给掌控。可是如果他做的决策比你做的要好，因为我觉得人类还是要有瑕疵。所以你宁可迷路，也不要用导航系统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迷路会带给我另外一个经验的。是。